那咱明天玩啥？明天想玩啥？我骑马吧。啊？哎呀，你想他的词儿。啊？我想骑马。刚才开路前，他说我想骑马。我说哎，一会儿说。这有马吗？嗯？什么？能骑马吗？可以啊，我明天可以骑马。一会儿说。啊，我一会儿说，一会儿说。一会儿说。一会儿说，我一会儿说。我真没听。其实你们俩商量好了，一起说这个。这样，重新来，假装不知道，你再重新说一遍。你说，路虎，你说，明天想玩啥？那其实今天那个骑马不也挺好吗？第二大云山林，也，咱们也应该去看一看。嗯，其实骑马一起去看云山林，那不刚刚好？骑马要看云山林啊。到这儿了，你起码得看云山林啊！起码得看云山林啊！起码得骑马看看吧，起码得看云山林，不然白来了。